只要叶子不变黄，你的葡萄就继续熟成。葡萄在树上留的时间越长越好，它的皮越厚，而且保证它的成熟度高。真正熟成的葡萄，你咬下去，葡萄的籽必须是黑的，而且你轻轻一咬它就脆掉，那个才叫葡萄完全熟成。那一定要达到那个，我们才能